国光永埔道，2024年，哇塞，这个灯笼隧道真的蛮猛的。走，这个津津有味呢。之前人家甜甜圈做的地瓜球，哦，就蓬松哎。这里根本是素食的天堂哎，很多素食料理哎。你看那边一堆人在看灯笼秀，哇，好厉害哦。是百货公司吧？哇，飞龙出来了，看到龙了。值得了哦，我们刚才而已哦，然后现在后面是哒哒，它口感很好，这是外脆类的。哇，我们到佛光山了，停好车啦。我们这里好像比较快一点，刚刚那边是不是？走天桥的话应该比较快。哇，都是车啊，超恐怖的。那边都是车，对啊，佛光真的佛光四射。我觉得那个温度相差那么大，突然。那里有一个牌子写佛光哎。哇，这停车场超大片，然后现在大家都要塞在那里，因为大家都要出去。我觉得等一下国道会很精彩哎。哦，航哥。好懂啊！佛陀纪念馆，佛光山，佛光永埔照。等下会看到飞龙哦，就是我抖音给你看那个。真的？对，飞龙在天上飞。主要的灯都分散在每个地方，就是要让你每个地方都去逛。嗯，你看，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存好心。2024年，好开心哦。就欢喜哦，真的有啊，晚餐了，准备啊，全素的，全素的，哎，真的哎，素吗？对啊，都吃素，加倍，这里面不能吃肉，对啊，哎，我妈会喜欢呢，我妈是刚好她要吃。嗯，都是素的。哇塞！哇！走，我们往那边去。这个灯笼隧道真的蛮猛的。航哥，那个怎么念？深水自在祥和观善观佛，观善素肉酱啊，不要一个多少？对啊，50。要啊，你要哪一个？我要点椒饼，这个。你想吃油饭吗？水饭哦。对，来一个吗？好啊、我啤酒嘿，松柏林加嘿，素食面的味道。这个，他说很像素食面的味道。有啊有啊，很像哦。有像那个味道，因为可能他有放香菜。蛮像的、啊。找人来。嗯，感觉很好吃哎。但是我比较想吃那个油饭，可是卖完了。
它不会很咸很甜，好喝的那个汤。香菇肉包感觉可以，吃的津津有味呢。Vicky 去买小米甜甜圈了，1份60，这里小米 QQ 球。嗯，我是这个原味的，原味的小米 donuts。嗯，小米 donuts。好吃啊！耶，小米 QQ 丸。吃起来很像马吉用甜甜圈做的地瓜球，真的，那就跟我就一样，就很软，对啊，哦，就蓬松哎，很有嚼劲啊，嗯，好屌，跟你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啊。嗯，那我吃完这个，来我吃菜包。哦，高丽菜哦。对啊，高丽菜。哎呦，这个可以试试哦，炸鱼排、炸猪排，素食的。黑松露烧麦跟豆腐冷面，我剩下这两个。哦，它没有鱼排。鱼排要早一点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也有鱼排的啦。这里根本是素食的天堂哎，很多素食料理哎。它每一摊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刚才那个素鱼卖完了。嗯，素鱼排卖完了。还有素猪排，想说试一下说。我剩下烧麦。对。现在吃。这老板娘推荐他要加一点 wasabi， 然后怎么吃？用夹子吃吗？对啊。嗯。臭吗？料表鱼缸，大鱼缸。它是老豆腐，就是吃起来不是平常臭豆腐的样子啊。因为它不是炸的，它是卤的。那你觉得冰火五重天吗？是因为里面那个菜是冰的。对。哇，你看他们都在楼上看那个无人机的灯光秀啊，啊我们呢看不到，看得到门口而已。对啊，看不到。你看那边一堆人在看灯光秀，我们要去看吗？哎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们都看不到。哇，这是会动的哎，越来越高。有个人哎，他的火哦，他会上，哎，他手会动哎，哇，好厉害哦，这是小生，不是好帅哦，好厉害哦，你看他们也在拍 IG story。敬礼大厅，我来去给他加，那边是大火，对啊，大火那边是灯光秀啊。是啊，是百货公司吧？怎么样？台北，不挺乖。你们这么多岁了？对啊。你知道对称的呢？漂亮哦，很厉害哎。那这样，等一下我们去后面那里了。我们没有去那里哦，我们要去刚才灯光区那里。是要去那边那个灯光中吗？不是那边，是前几天是在这里，他有可能换位置了。好啊，这样应该是刚才我们看空拍那里了。不要乱走。对啊，是这里啊。哇，这个大厅金碧辉煌，这个灯笼超大颗。现在活动结束了，大家都要下山了，然后我们才要上山。什么？它是龙吗？它是一条蛇。
哇，飞龙出来了。它有脚哎，没有脚吗？他转弯了。嗯。哇，人好多，大家都在拍了。哇，他真的会转呢。他飞哪里？这是钢铁人吗？看到龙了，值得了哦。有一个看到很久，然后还没得去了。哦，餐厅在这里了。是有人住了吗？有饭店吗？旁边，这个是什么龙啊？好啊，我们看完灯会了，要走下去了。这里超好。嗯，这里真的超好，就是很多东西逛了很，也有很多东西吃。对，还有轻音乐可以听。对。欢喜欢喜。欢喜。从我们一开始进来到现在，还是很多人排队的一家。对。叫一派胡言酵素臭豆腐，我们刚排而已哦。然后现在后面是，哒哒，你吞下去感觉很酥哎。对啊，很酥哦，那口感很好。好喝哦。嗯，这是外脆内嫩的，外脆内嫩没错，超好吃，可以加酱油哎。最后吃到这个还蛮不错的，收摊了。而且这个不用加酱汁就很好吃了，会有加点胡椒盐的。嗯，对哦，完食，熄灯了。哇，现在已经暗蒙蒙了，超暗的。好的，各位，以上是今天佛光山灯会一日游的行程，那我们准备撤退，希望等一下回家不会塞车就好了。OK， 那以上是今天分享，如果喜欢影片朋友就帮你个喜欢，还没订阅朋友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